一个佛经滴滴垃圾，按安怎垃圾？百位的教的物件，滴滴占卜，滴滴占卜，滴滴占卜，讲起来是 defilements from other religion 来 ，and then 讲。高照点声我无知了，但是我要加入一个叫做死的失失的证明 ，the four greatest truth， 实在的物件，你来听这个死的行的实在的物件，你会再讲这句话，佛未讲安尼话。And 这个话是佛讲的话，所以这个啊叫做死的大大的证明 ，truth authority， 好你知。And 头一个是讲什么啊？伊讲啊，那是一个人啊，后头我离开世间了啊。一有一个，伊刚讲啊，一个和尚 ，maybe 是老啊，是少年，唔知。伊刚讲，我本身听到佛大的世间讲安尼款的经，而这个真正是佛的话，而这个话是真正。萨迦牟达，萨迦牟尼牟达讲的话，这个人会讲安尼话。而你那是搞的人，你唔通接受这个话，啊是你唔通骂这个话无影的，你也唔通接受，你也唔通消灭的骂伊 ，reject 伊骂。你就听好好，听了你要替我的话来批评、公平，批评干什么？批评干懦行。你人听好，这个懦行好，头一项什么？回想念的经，第二项是记录。他那我要听别个人听，你看今日啊，德拉瓦达的经啊 ，whether 你是大伯母、斯里兰卡、Bangladesh、Cambodia、Nepal、India， 加落一位伊朗念的经是巴黎经。别再翻译，而念了这个经啊，今日你来看，斯里兰卡念的曼加拉苏达、阿旺梅苏当、阿冈萨曼巴嘎瓦，你去看大人念的经的阿旺梅苏当、萨曼萨瓦，这腔较不像。而恁你去看曼加拉的是个人。希望美术堂你跟什么样我都不是想你去那是过去那波一样秋客的希望美术堂你跟什么样我都不是想希望美术堂你跟什么样 Everybody use the same Pali word 不再翻译今日你看真的是一人翻译这个翻译这个翻译这个翻译批评起来无受伤因为真的是话不得说达玛这句话达玛高的 meaning 你不要这样听所以隆重的这个南传呢，佮了是用巴利经，佮你个腔无像，像腔像腔，个人啊腔，个人啊腔，我的是
斯里兰卡的腔，我斯里兰卡的腔，你听我有当时声音平衡出来，这是我人的路，安尼啊，特别像个了。所以这个路那是提来啊，我咧跟你听到，我咧会想念的，你来批评个跟啊，那是一冲动，你再讲这条跟唔掉会跟了。哦，你去批评个 Vinaya Rule，Vinaya Rule 就是讲回向的记录。你看回向的记录，我人啊，一个日闹大，我人就起啲暗去念 ，and 部分就念巴黎的经。And 这闹行啊，不是 must， 我哋咱哋佛讲 ，the master key，special key 啊。好你知道对不对，到你若是批评的话冲突，这样你知道不是的。我给你人一个 example， 给你人会记，有一种的佛经说啊，你买什么你念你贪，我人是佛经来的，我人的经是摩登的经。And look what Buddha said, there is no modern, there is no ancient. There is truth. Modern and ancient is a concept. So, when you say, I am a king, I am a whole half half Catholic, Sutanta, Vinaya, or经个记录，而咱参落去无冲突，这里是正经。那是参落去冲突，是假经。所以看那是达玛巴达布达点点搞乱讲啊，因为贪嗔痴，人个点点失败，只人没福，福是进入家咪，我家。切断贪嗔痴，哦，一个人我教咪，我教你超出苦海，安怎要超出苦海？挂你贪嗔痴，伊无教你讲，会使用贪嗔痴啦，你袂虾米，你吐你痰，所以这个人合起来对经唔着，对纪律唔着，放屁感。好多这个会上讲的呢，你再讲这条经不是真正佛的经，四行一家，这个他那头一行。这个会上一讲啊，抓住这个所在，有这个老会上，我真正老，而一人啊，我本身看一人啊，对安尼款。按一人讲啊，安尼款的经是叫，安尼款的经是叫，安尼款是佛，安尼是佛的家事。按你看一人做安尼，你本唔通是爱讲啊，伊真正对佛的家事，你本就来批评个这个路行，经个记录。按这个经个记录就是安尼，你看，伊那是讲啊，一人干啊，牙这个白是粗累。你人应该那是咬，你可以唔想食，不要紧。伊那是讲啊，到伊来讲，我要考虑，不讲啊，只能唔食。无人和你袂使考虑的，啊，你如果今日出街做会少，你就是想讲，虾米不买钱啊？头一项第十届就讲虾米，你我无食钱。所以创作个这里叫做纪律，按正本是上不大不假咯，本袂使拖这里物件。啊，你行人，你本袂使拖半行，你就靠气气。那是搞会上，你的河一无看了进去阿路，按咱一看，特别我人做会上，我人会知，手那是卡落去。你看查某的手你会知，但你如果是还没清晰，你看到查某的手真的水，
这个心就是说去看水无水啦，所以这个就是说你的 training 还没到的，所以你看这个老和尚一人是这样要做，你认识说这个是冲突跟佛的加持，他是佛的加持了。而这帮的和尚跟人家人我知道他说的真相是说无因果的，到无因果的真是含蓄，如果要来脱离含蓄人家的好，所以这个若是正路若是好路，就是说你倒脚手的和尚破了戒，第三个同第三个不讲大致一个所在，我有看到这老老的和尚，一所做的物件是古时祖传传落来，特别是等人的一个相信一对，伊讲这个人是佛的加持，这个人真正是佛的记录。所以讲，若是这个老和尚，阮来看到伊安那去。所以若是想讲啊，伊若是安那伊去做物件，伊讲是照古时我的先生本安那来，我本他那的安那做，想伊去做，想去的这个伊个 tradition 就是讲伊个家事，甲等人等人个家事安尼。那伊若是讲安尼样啊？如果唔通去，哎，我老公啊，伊做真少，哦，伊做无少，唔通。如果来批评个这个老条件，是打根甲记录，而且根甲记录呐，伊做假路是虾米啊？伊假老公啊，也要保持，也要修改，也要节俭，结尾个跳出苦海。要伊那是假路啊，无影无食的路。这个是什么？他说你人可以修改，但你人修改，如果是说我身体入了当中不要紧，这个跟了这样合埋，合不着了，你通读跟这个记录了，这个记录呢，如果是非常大的当中，你这个查某，你不可以入去的当中。如果你叫你入来不好，你不可以入，你若是搞的人，你去拖过一个查某来对我入来才会使。所以这个就是说你无拖着你记录和程序，所以这个就是真正不大的杂事。第四项伊讲啊，有一个所在我看到一个老和尚，这个 living brother。他拍真正搞，公正性能搞，隆重大行性能搞，一堆咯，本是这个，这堆这个叫做彩礼圣山呢，就是啥讲？古时祖传家呢，一直是堆安尼样。这个就是伊干嘛是干嘛是 elder 性能做，这个他那是一个个一个，那你看伊啊。真正大行情，伊做怎样？交易讲伊路是真正少，真正个咧，真正对。这个路本就要出来批评，路批评到咩啊？批评到这个路行就个，是打根甲记录。路那是看，伊那是通过甲根甲记录，你再讲这条根无正实了。人天来个天时，剑来个剑时，这个是有剑不有。这个安尼样，你会使本身讲，这个不是不大讲会正了。所以这个四项不大阿杂，这个已经差不多点上要到了。第这边啊，一直跳，一直讲啊，是这个三项。人那是搞他们训练，这个就是叫做多思和你正学，修了戒，你拍了戒指，做了善，你跳出这个苦海。